我们现在拍摄的地点是这间是号称最小的独立书店集文社。对，然后你是集文社的创办人。对 ，OK， 你怎么会想要开一家书店？哦，我自己想要开书店的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平常在写作嘛。那我身边的很多认识的朋友，他们都是各式各样不同的写作者，像是他们有些人去研究日本时期的台籍日本兵。或者是他们研究日时期的很多文史资料，甚至是不管是近代的诗词的过程之中，他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书单，不管是人类学，不管是历史学之类的。那在这么多庞大的书籍的情况底下，其实我们很常讲一个笑话，就是当作家的藏书多到一个数量的时候，他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开间书店。那对我来说，就是我想要看很多书，所以我也认为开间书店，然后一起大家共同创作者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成立一个青年创作的基地，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。这间书店我们做了社区营造，然后我们去带动附近的居民，然后一起到旁边中友河的界沟叫瓦窑沟走读，以及我们带领旁边的就是一起来参与的人，一起来做一些瓦窑沟的认识和创作。写作并不是一件那么困难的事情。我们活着，那选择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是交换出我们的某些价值，然后选择坐在这个地方。那交换价值就是一个，我认为这本书最有趣的哲学。